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今天要来，不是今天啊，这个影片其实已经过很久了，因为那时候呢，我没有办法抽那么多抽，所以我就原本是不打算发的了。但是后来想想，既然我已经排了，那我就发一下吧。那这次要玩的是怪物弹珠啦，然后还跟那个间谍过家家合作啦。那主要是我还蛮想要的，就是这个妹子，两个妹子我都想要，第一个是抽。然后至于他那个男的呢，主角嘛，其实我三只都想要啊，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我三只都想要了。那这次听说蛮强的是小妹妹啦，因为她还可以减防减攻，她的必杀，然后搭配那个绿骨的话，其实我个人觉得还蛮强的。好，第一个是抽 boss 了，好惨啊。好，那第二个是抽。那其实我还蛮喜欢这部动漫的啦，就是我已经看到第七还是第八集了。那其实最近没什么空啦，它新更新的我就没有再看了。那我可能过后抽空我就要看啦。那第二个十抽，哦，停了，没错，我中的就是小妹妹了。其实我还蛮开心，因为那时候。知道还蛮强的，其实我还蛮开心，而且我还蛮喜欢他的啦。那我后面还有两抽啦，然后就看看吧。这是第21抽。其实主要他这一次没有霸塔，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拿那个钻石啦。宝珠讲错了，玩太多其他游戏了，而且还蛮难的。还蛮难的，他这一次只给几天罢了，也没有多少时间呢，好像在逼你氪金这样子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。如果你是 B 站的话，点个三连关注我。我是阿伦，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